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高等法院法官郭玉珍。你急需资金吗？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。网络上经常看到“特殊管道”“迅速申办贷款”等字眼儿。刚好急需用钱又难以向银行借贷的人，很有可能在接触之后。 就被以各种名义要求提交提款卡、存折等账户资讯，实际上这些都是诈骗集团收集人头账户的假广告。提醒您，任意提供账户资料一只是提款，你将助长诈骗集团，沦为诈骗车手。有任何疑问？ 请先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一六五查证。